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，一口吞鲅鱼。来，兄弟们，山东的特产鲅鱼啊，天天赶大集，到处都是卖鲅鱼的。今天就给你们上鲅鱼啊，这个是开袋即食的，我直接上手了啊。来，兄弟们，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，一口吞鲅鱼。厉不厉害？一口就吃啊！还因为我太爱吃这个鲅鱼了，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。这里啊，分两口，它是鲜香味的啊。